气定神闲，艾希还可以的，说实话，真的还可以。哇，这么巧吗？又排到这个小红了，我凑。难受，兄弟们，又排到这个小红了。这小红昨天给我心态整炸了，今天我一定要稳住。线宝贝儿，完了！哎，哇，我们这纳克斯挺突然的这一下。还好守护者，我去啊 ！OK， 兄弟别怕，我们这拉克斯好不凶啊！这他刚刚都不走上去，再好好的放个技能。真难啊！哇，对面的就贼凶，你们知道吗？就一直搁这跟我们拼。但我们有好几波机会上去干他们，他们就死了，但是都没去，就配合感觉有点问题，太怂了。哇操，好他妈难受！我操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兄弟们，还好有守护者。还想去吃吃蟹。哎，玩的好烦啊！凭什么我他妈四杠一啊？这个金搁我这脸上无限拉屎，气死宝宝了！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哥们儿，被揍晕了都还去，气死了！这 Q 又这么放掉了，我有点晕，真挺晕的。哇，兄弟们，我是真没办法，他是真的太菜了，这哥们儿。这辅助是真的太菜了，我是兄弟们看出来了吗？我是真的被他弄死的。
什么鬼？突然好起来了。这瞎子跑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好慌。还好对面伤害差一点。我操！这个大招，他妈有点尴尬。为啥别人的辅助都是跟着 AD 走的，但是我的辅助从来不跟 AD 走，就路人就是这样的核心。你看对面的卡尔玛或者对面的纳克斯永远跟着 AD 的，我的辅助就是游走跟着打野，这种一般说实话一般是不配赢的，真的不配赢，就很难赢，因为你路人 AD 本来就垃圾，然后他还一直被单抓的话，就会很容易输。这兄弟没大了。可以。哎，这为什么输起来我们呢？我不需要打输出。有助攻了，我把剑留着，等我杀人的时候再用。差一点。哎。谢谢等你回来送的一本魔法书，谢谢你。哎，现在开始我扮卡尔玛了，真的，这英雄吃不消，我靠，太变态了。这英雄路人辅助真玩不了，这盘不是瞎子两级来干克我们，我感觉我下路又要被虐了。我要把卡尔玛搬掉。